话，那真的是一张寻宝图，而且跟你和你爷爷有关，那一定是有什么很重要的秘密。我很想陪你一起找出这秘密是什么。林佳恩，你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吗？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？一见钟情加上日久生情，春风满面的。你跟刘川在一起了？有这么明显吗？以前我都把佳恩当成跟屁虫小妹妹，以前我不管做什么佳恩都很崇拜我，刘川出现之后我就逊掉了。保龄球是你的强项哎，从来没看过你洗钩的。吼，你一定是喜欢上别人了，没有跟我说，这次又是哪个幸运儿啊？你是舍不得妹妹长大，抱我，还是对她有特别的感觉啊？我不知道。如果你会痛的话，我明天再带佳恩去医院。阿贝、阿姨，你们怎么会上来？来台北玩啊？佳恩啊，今年暑假、我们这里可热闹了，仁维的爸妈要住在我们家哎。真的？那太棒了、我们很久都没有聚在一起嘞。阿是讲，拄啊一直咧甲你乱卡吼，这位同学，这伊是啥人啊？我唔捌看。阿贝啊。阿贝阿姨你们好，第一次见面，我叫刘三峰，法律系三年级，我是佳恩和仁维学校社团的学长。你好你好你好，我自己自我介绍啦，我是郑仁维爸爸啦，阿妈是佳恩未来的大官。爸，你不要乱讲啦。我是什么时候乱讲？你跟佳恩从小青梅竹马，男女朋友呢？我敢不讲唔对？青梅竹马跟男女朋友不一样，好不好？
我跟嘉恩是朋友，不是男女朋友。你哪一只眼睛看到我跟嘉恩在一起了？郑董，你来台北这么久，连嘉恩你都保护袂好，你嘛你袂着？哎，你袂歹势，我是感觉足见笑的呢。只有乡下人会讲未来媳妇这种话。在台北拼学业、拼事业，我在做生意了，我在卖电子机，没时间在那边你追我，我追你，你应该以我为荣。你在做生意，你唔等于做卖鱼，你来遮卖龟，你怎么这么好赚钱？我为什么要花钱让你读大学？根本就是花钱让你来玩嘛！我根本就不需要你的零用钱啊！欸、以后我赚钱养我自己。哎、欸，哦，任伟，不可以这样跟爸爸说话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自己赚钱。哦，你起码是够你啊！哦，你现在以为你在卖那个电子机就真的能飞哦？我懒得跟你解释了，以后我成功你就知道了。所以我请求你不要再给我零用钱了，断了我的经济来源。我这是被我气死吗？哎，我不需要你这个儿子的，我可以跟你断绝关系，还能无要紧呢？嘉恩哦，我认定的媳妇，你给他抓回来。阿伯，爸，嘉恩的男朋友是刘川。跟刘川在一起。啊，你别动，透透气。我去看一下任伟。你怎么啦？你最近真的好奇怪啊。啊，这边什么情形啊？不，不好意思，我去看一下他们两个。我和嘉恩的事，找时间我再来跟你好好聊聊。刘川，刘川，抱歉，我爸就是这么老土。只有乡下人才信什么天注定，整天把嘉恩当我的未来媳妇，完全不懂我们要的是什么。你不用在意，爸一点都不老土，很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可以按照自己规划好的路走，他只是说话比较直接。而且我发现，其实你们还蛮像的。哪里像啊？你们都一样冲动，那就很率真。其实很羡慕你们父子这样相处的关系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什么冲动率真啊？我是热血，他是老黄癫。好啦，不要这样说你爸啦。但至少他说对了一件事，嘉恩是个好女孩。好了，别安慰我了，我会逃来台北。他也是原因，你们不懂了。刘川，你先回去好了，让他们父子俩好好相处。他们都太爱面子，有你在肯定会放不开的。那我先回去了，帮我跟你爸妈打个招呼。
郑仁威，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你爸难得上来，干嘛要吵到断绝父子关系啊？林佳恩，你什么时候喜欢上刘川的？不要扯开话题。你爸上来台北，就算装，你也要装作不需要爸妈担心的样子。你已经是大学生了，怎么还是一见到你爸就跟他吵架？郑仁伟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长大？进去吧。今天啊，你就睡在这里，地方小，委屈你们了。哎呦，你在说什么？自己这么客气，什么地方小？这边很好。你看看，这小孩子什么德行啊？不知道有没有学坏？哎呦，没有啦。仁伟哦，常常来店里跟同学研究跟课啊，这孩子不错啦。不错，你看看，这么冲动。哪像你们家恩啊，现在是又成熟又漂亮，又交了一个那么帅的男朋友。谈恋爱就叫成熟。对了，仁伟的枕头跟被子啊，我没有准备到，我先去准备一下。好，等我一下。谢谢，麻烦你了。不会。什么给你洗筷子？你来穿，我无穿，我破裤裤，我给你穿啊！妈，你不懂啦，这有做怕。穿破裤做怕哦？你是无穿人买新的啊？嗯，我穿了够，穿了应该裤穿出去，你敢没看了？那，要买几件新的穿在袋里？哦，妈，买衣服不用那么多钱啊，留着用。卖点么的妖怪假设计啦！辉弟哦，你起码跟你爸两个哦，你问西办道别吧，他也不会拿钱给你，你这个先拿着去买个裤子，其他的放在身上。说不用就不用啦，我现在要学习当一个独立的大人。郑仁伟，你的棉被跟枕头啊？我经营的电子机生意一定会很好。说不定还可以赞助你跟爸游台北。你要包红包，我两个去佚我看五芒天看落红雨。过来，恁多少年啊？我第一罐贵啊嘛，我想要休困。哎，啊无，卖恁爹，咱来开讲吼。咱咧较久无见面啦，做社会通讲个行。行啦，行啦。真话，你嘛叫恁爸烦恼。把话说得这么满。你就真的有自信卖得掉吗？我看你把它退掉算了啦。不过才800只鸡而已，有什么困难的？800只？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去批货啊？我把我全身家当拿去压了。郑仁伟，你真的太夸张了。如果我卖不掉这些鸡，那我以后还可以做大事吗？放心啦，等我赚钱，第一个请你吃饭。我觉得你不把钱当钱看。你不要再打击我了。我们气管机学过保龄球效应，有两个保龄球选手一样打倒7只瓶，其中一个一直被教练称赞，他就越打越好；另外一个一直被教练骂漏打3瓶，他就越打越糟。所以呢？所以。我已经用了1箱的鸡，把邮票卖掉了，也赚了1笔了。为什么你没看到？你们只看到我没有卖掉的那些。我也需要鼓励，我也需要支持。你们只会看衰我。不是看衰你，只是你这么做真的太冒险了。你把全部的钱通通都砸进去，谁看了都会担心啊。做生意本来就要放手一搏，担心东担心西的，趁年轻就要往前冲。不然就浪费青春，浪费生。我去回个电话。这边不是有电话吗？
我要回我房间讲。喂，刘灿，你到家了吗？那就好。那你在干嘛？帮你取什么名字好呢？周慧敏，酒井法子，还是苏慧伦？然，叫做林嘉恩二代好。家恩二代，你要吃饭吗？还是要玩球？爱讲电话，不让你吃饭，不跟你玩球，要打电话这边就有嘛，还跑回去房间打，还在那边甜言蜜语，小小年纪交男朋友，真的是，妈。你不是说你要卖电子机吗？我看你好像买来给你在上。我只玩一下而已。一下？你看人家家跟她男朋友讲的甜言蜜语啊，那欢喜个。那你呢？只会玩这个电子机。我请问你，你弟当时在不生一个金孙的话？妈，你要抱金孙哦。这边有三箱电子机，你随便挑一只我送你，取名就叫做金孙。我要去洗澡。哎呀，你不要跟某某记仇嘛！你喜欢的东西，某某当然也喜欢啊，也不看看是谁送的。好啦，之后再买一个新的给你嘛。嗯。那你还有喜欢什么吗？真的假的？你自己讲，恁爸爸查某人，是否是较了解？嗯，你不是讲你上高，这款代志就给你管啦。那你都喜欢吃？无啦，我。爸妈，啊，你在门口干嘛？进来啊。哦，无啦，我只是看讲你在干嘛啦。我在跟刘川讲电话。哦，啊，我也想要跟刘川讲电话呢。你干嘛？你这样好奇怪哦。什么奇怪？啊，伊甲我讲要甲我结束恁的代志呢，哎，即要打电话，啊，拄好我来了。刘川，你等一下哦，我爸爸有话跟你说。刘川啦。啊，好，免紧张，免紧张，哈哈，啊，你嘛唔免介水啦，吼，我咧讲啊，啊，只阿妈唔好讲电话啦，啊，你若有闲吼，来处理，啊，咱加开讲一下，啊，互相多了解一下啦，吼，嘿嘿嘿，快起来，吼，啊，晚安，晚安，吼，拜拜。哎，讲完了。你怎么把电话挂了？我还没讲完哎。啊，我讲完啦。你查某囡仔人少，我老洪探听一下吼，唔通安尼规工电话都磨掉掉了。我怎么看你的朋友刘川呢？他的父母就是怎么看你的。阿丽哦，他大汉了，不要再让我担心啦。担心什么？是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担心很多啦。担心什么啊？你说啊，我一定不会犯嘛。
啊就，你就是不能，就怕，我就担心这个，你不能那个啊。哪个？啊那个，你要讲嘛。嗯，干嘛我讲？你要讲你自己讲。啊，反正就你就是不能，你，啊都安尼那个。哎呀，好了啦。这个两个孩子都很乖，江都说了不会犯了，不会啦。是啦，他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我们在讲的都这个那个到底是哪一个啊。如果你们担心的是课业问题，那你们放心，如果我的成绩变差了，在刘川面前我反而会觉得很尴尬，因为刘川的成绩很好，而且我之前有跟刘川一起去图书馆看书啊，因为刘川的关系我的成绩越来越进步了，懂得更多，也看到很多以前没看过的世界。你妈哥安尼开嘴，好像就流传安尼流来流去。我知影这个囡仔未歹，但是呢，你们都还年轻嘛，对吧？你用多交一挂朋友，啊，比较一下，对你有好无坏啦。多交朋友是不准我交男朋友的意思吗？这你讲的哦。反正你都有答应了哈，你就是那种人是吧？那就对了哈，哦，太晚了，我先休息了啊。妈，爸是不是不喜欢刘川？不是啦，你爸是担心你不希望你太早交男朋友啊。在爸妈眼中，你还是个孩子，有什么事情记得跟爸妈商量，反正又不吃亏，好不好？嗯，知道了。好了，早点休息。四个白。这些是我多买的，我带不回去了。你们有喜欢就拿去吧。这些东西看起来也太新了吧？你那包包有没有背过啊？全都新的。Tracy， 你平常都一直买东西哦。这是哦，内裤啊，内裤哦，那是丁字裤啦，你喜欢就拿去吧。这样穿紧身裙的时候就不怕露出内裤的痕迹哦。不会不舒服吗？不会啦，完全感受不到内裤的存在哦，很舒服的。这个。穿吗？穿上去不就真的？拜托，这可是约会的秘密武器哎！佳恩，你都交男朋友了，都想要学一下吧？难道你想要在约会的时候露出阿妈内裤的裤头？我哪有穿阿妈内裤啊？不过你跟刘川到积累了。什么积累？什么意思啊？棒球，我不太懂啊。哎 ，Hello。哇，那接某某。暑假，某某拜托你了。没问题啊。兄弟，问你真心的，你跟佳恩到几点了？谈恋爱又不是棒球赛，哪有什么积累积累的问题啊？算了，学姐，借我示范一下好了。就是异雷，再来二雷就是木，拥抱，懂了吗？三美啊！
好，某某坐好哈，来握手，握手，好，很好。这个呢，一磊，好，二磊呢？哎，某某，亲啊，哇，二磊，啊，至于三磊呢？弄痛他了，妈妈，好，没事没事，没事，好了。哦，刘川，看我欺负某某，那脸都可以红成这样。现在你脑子里想的是谁啊？哎，对啊，你现在心里面想象的场景是怎么样？是在草原还是海边？海边。海边不错，海边不错，我真是够了。再来要示范全雷打喽，学姐来。不要了，你很三八哎、欸。也对了，全雷打这种事情还是对本人示范比较快。嘉恩，干嘛？你干嘛？嘉恩，哎呀！啊，有点重啊！变态，恶心死了！好了，你要我放过你是不是？那你老实说，你跟刘川异类了吗？对哦，我都忘了你跟刘川在演唱会的时候就已经二类了。啊，所以你跟刘川。我说认真的，你们也快全雷打了吧？我劝你还是提早做好准备。嗯，准备一套成套的内衣裤。干嘛要准备内衣裤？还成套的？男生幻想中的女生内衣裤一定是要成套的啊，因为他们都只看过那些内衣广告。内衣广告的女生，那些 model 不都是穿整套的吗？不然你要被发现你乱打，那多糗啊！哎，那个爱的火苗是会被揪熄的哦。嗯，可是我不这么认为。为什么一定要满足男生的幻想？他们应该也要认识女生最真实的那一面啊。这你就不懂了。爱情最美好的时候就在暧昧时期的那种不真实感，这种时候演一点戏也无所谓吧。那不然你们想想嘛，如果你们在跟男生接吻的时候发现男生的牙齿上有菜渣，那不会觉得很扫兴吗？所以内衣不成套就像是渣，你可以这么解释。那个我有问题。男生真的会用性来分别恋爱进度吗？感觉他们好像恋爱只是因为这个。刘川我是不知道，不过阿庆、Jacky、阿丁他们那一群啊。我敢保证一定是。所以啊，你们一定要听得懂男生的语言，这样才能保护自己，才能知道男生到底是不是只是想玩玩而已。嗯，男人呢一定要听得懂女人的语言，他们啊经常口非心事，不要就是要，随便也是 yes 的意思。哎，刘川，你千万不能误判情势哦，到时候真的随便给他看。前一阵子啊，有一个强暴案例，那个强暴犯辩解的理由跟他一模一样。强暴犯？哎，才不是嘞！拜托，那虽然他们两个不是两情相悦啊，可是刘川跟嘉恩是啊。
总之，一定要听得懂女生的语言，才能知道怎么进攻，不然小心佳恩对你失望哦。不过，佳恩看起来不像是这种欲拒还迎的女生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要佳恩对流川说：“流川，我好想要你哦。”这样吗？这话谁说出口啊？好了，我自己会判断，不劳你费心啊。流川，你相信我，女生恋爱前后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激发出的荷尔蒙会改变一个人习惯。你不相信，慢慢观察，到时候你就知道。你都没买啊？那些我真的没办法啦。好啦，这也可以啦。嗯。我跟流川有约会，差不多要先走了。我跟你说，等你过了三垒，新那一派上用场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感激我了。快去，加油！谢。I saw the rainbow.I saw you， 我看见来时路，却不知道去处。那一天我真的是这么的想，让我陪着你，在未来的每一天。如果你觉得有些彷徨，你知道我会一直。都在你左右。怎么了？过了三垒，新那一派上用场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感激我了。佳恩，你对雷有没有兴趣啊？什么雷啊？会不会太快了？雷声当然快啊，音速哎，你说雷哦？我只会想到下雨跟收衣服。你去买衣服啊？对啊。哎，你看，你觉得那个人的穿着打扮怎么样？干嘛突然问这个？想知道你的审美观吗？
这个。看前面，不用找了，最喜欢的样子就在这里。你有没有觉得是我们名字取坏了？钢铁电子机，女生怎么会有兴趣啊？什么时候你还是分男生女生哦？你有看到有人经过吗？我很心酸的。考完试，大部分人都放暑假了，这边根本没有什么人，我还在担心这些东西要卖给谁。货是大哥的，地点是大哥挑的。我们只是他请来雇店的，领薪水的，担心什么？哎，来哦来哦，钢铁男的钢铁电子机特价大拍卖，快点来看哦，不买会特价大拍卖。经过我慎重的思考之后，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。我肚子饿了，我们去吃饭。今天营收呢？这个，对啊。钱呢？哪有钱呢？就看到半个人经过吗？你是说我们连一只都没有卖出去啊？嗯。哎，我们讲好的哦，不管有没有赚钱，我们都是领固定薪水哦。大哥，今天的日薪500块。今天还没有结束，你们在急什么啊？而且四兄弟就挺我，啊，我们月结。月结？你确定我们要在这边弄一个月？哎，走了走了走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不会真的要走吧？我们商量一下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啊！吃饭还有很多的对策，我们去吃个饭嘛，讨论一下，哎，讨论一下政策，真的这个还是可以的。我想这个机没有那么。志伟，白雪，你们在吵什么？大哥啦，800只电子机卖不掉，说要请我们兄弟帮忙，结果谈好了薪水不给。对啊，完全没有江湖道义。这件事我好像也有责任哎，因为当初是我提议要办拍卖的。怎么会是你的责任呢？这是我自己进的机，我自己负责。这很明显啊，这是我们队长自己脑子破洞，你不用在意啦。完全同意。好好的养鱼大亨不做，偏偏要来做鸡农，第一批货还滞销，更过分的是还夸口说要带领我们兄弟说要迈入电子业的康庄大道，根本就是个骗局嘛。好了，你们两个收工。早就该收工了。薪水还是月结？我看我们继续这样摆路边摊也不是办法，没有人潮，消息就传不出去。暑假学生也离开学校了。我想了想，他们现在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上网。网络上面人潮是不会散的，我们应该把电子机拿到 BBS 上面去卖。嘿，这个方法不错哎。网络消息传播的速度很快。而且还可以节省人力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很有生意头脑？啊，不然我来帮你写文案。好哎，将来我成功了，就请你当我们公司的行销经理。走。
叔叔。伯父好。哦，要找佳恩哦，阿佳恩不回来了。不是啦，我今天是来帮任伟写文案的。写文案哦。我爸。伯父你好，我是白雪芬。你好，你好。哦，阿姨是林同学。住哪里？我是台北人。台北的女孩就是不一样啊，吼，较好装啊，你打扮得漂漂亮亮。谢谢。但是哦，我也是较介意恁家迄屏东女孩，真顺眼。啊，屏东查某囡仔起来较台北嘛，去予台北的查某囡仔拍呀。走吧。伯父，佳恩是我学妹，我跟你一样也很喜欢屏东来的女生哦。哦，好了，我们先上去了。那我们先上去了。啊，就是安尼。林仁伟哦，拍这个拍足久啊呢，无效啦。迄查某囡仔吼是确实有影袂歹啦。但是迄是敢若天上的星星呢，仁伟是要偏啥的啦，他踩不到啦。啊，恁囝无咧戆啦，啊，天上的星星挽袂着，伊不要去动物园找星星哦。查甫囡仔是安尼啦，伊若有一个目标，只要会出人就拍拼，啊，这个个性哦都成立。哦，伊若查我是查侪啊咯，你甲看参与阮安尼啊，迄是老船自己开进来啦。啊，若阮这块吼，随时都保持对我真无礼貌啦。啊，若看到较水的查某囡仔，我都黑死命滴滴叫啦，连魂嘛无去。但是哦，伊正经敢知影讲伊心肝最介意的是啥物？校友的黄姨头了，来来来。啊，屏东到台北啊，变做别人的了。明天开始，我得下台中去见习一个案子，大概要一个礼拜吧。所以，我有一个礼拜见不到你了。我每天都会打电话给你啊。几点？忙完就打。那你要记得。干嘛？啊，刘少，为啥你不要等我？不用了，爸。他要去台中见习，赶着回去整理行李。伯父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好好。先走了。拜拜。让电子机成为你的玩伴，从此不再孤单。可爱宠物立即拥有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像是恋爱哟。怎么样？哇，白雪的文案写得太棒了，连我都想要多进一些来卖了。我先把它发出去。你哦，是多想谈恋爱啊？该不会是指 Joanne 佳恩哦？哎呦，不要乱说了。上次你在操场啊，没否认，我就大概确定你心里对佳恩一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。你真的喜欢上佳恩了？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我自己也很意外啊。你怎么这么聪明？
下就被你看出来。不是我聪明，是你只要喜欢上一个人，全世界都会知道，好不好？白雪，嗯，这次真的不一样。我不想让林佳恩知道，你也不要告诉佳恩，好吗？哦，想不到你追女生这么高调的人，也有自愿暗恋对方的一天呢。佳恩他不一样。我是买什么碗糕呢？买要送我哦。你不要来啊！啊，快些快些，内衣哦。你跟刘川一起去买内衣？怎么可能？是 Tracy 陪我去买，刘川只是送我回来的啦。哦，怪怪哦，谈恋爱。买内衣，不会。爸，你在想什么？不要乱想啦。哦，我是袂乱想啦，但是我要跟你讲哦，咱庄稼人哦较朴素啦，哦，啊男女授受不亲，这个我不用讲，你知道了哦。我知道，你女儿很乖的。我是怕别人的儿子不乖啦。好啦，我知道啊。不要跟你讲这个。哦。好好不讲，我跟你讲啊，你的学姐啊，白雪啊，阿甘真伟两个地老定了。白雪学姐来了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林佳恩离我越来越远了，我好想要把她抢回我的身边。郑仁伟，佳恩她不是你的，也不是东西，怎么抢啊？我想他们现在一定很幸福。我也只是想一想而已，怎么可能真的做什么？但是我会等待，要是家人不快乐或是被欺负，我一定第一个保护他。如果他们从此幸福快乐，你要等多久？哎，我不知道了。你要想清楚哦，我怕你像之前的我一样，傻傻的一直等，只是浪费青春而已。那，你走出来了吗？嗯，想通了。你看啊，你等我两年，我也从来都没有心动过。会喜欢就是会喜欢，两个彼此喜欢的人都恨不得立刻在一起了，哪需要等呢？你看好快啊。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过吗？为什么喜欢一个人会那么辛苦啊？直到我看到刘川和佳恩才明白，真正的幸福是不会让你感到辛苦的。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嘛。你呀，不要再把心思都花在别人女朋友身上了啦。不然我借你几本我最近买的新书，让你转一下注意力，怎么样？哎，不用了。其实你看的那些书，我都看不懂。哎呦，郑仁伟，很好嘛，这样坦诚才对啊。看来我
我要重新认识你了。嗨，学姐。嗨。红茶给你，天气好热。谢谢。你也有。谢谢。你们在聊什么？我在帮人为写电子机的文案啊，他现在一个头两个大的。你看看你，连白雪学姐都看不下去，跳下来帮你啊。你哦，要是真的撑不住，要不要跟你爸好好聊一聊？才不是嘞，白雪是看到我的电子机的困境快要结束了，未来有美好的前程，想要投资我，才帮我写电子机的文案，是不是？哼哼，真的，我觉得任何生意哦，起头都比较难一点，但是呢，只要度过那一关哦，就会容易多了，所以你放心啊，没问题的。是这样吗？暑假有什么计划吗？之前很想把台北没去过的、没吃过的都玩一遍，像九份、乌来，我都没有去过。一定有机会去的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开始放假却突然提不起劲，好像没那么好玩了。点点点是什么意思啊？等我一下的意思。哦，好。抱怨，我只是在撒娇。你转过去。干嘛？转过去了。
礼拜7月10号，第9份晚，好不好？我进火葬了。好，打勾勾。勾勾就打勾勾。行李给他经理，经理，台北不要住了，你跟我回去屏东养鱼啊！我就跟你说，我知道我在干嘛了，你就是不相信我。你在干嘛？啊？哎，我怎么相信你呀？12345678910，哎，你买这个十箱垃圾来给他工地做行李啊？你当做你在开养鸡场啊？我就算当鸡农也不会跟你回老家、啊，就跟你说有赚的嘛。我赚，董事长，你到底是赚几栋大楼？我在各大 BBS 卖了800只，批的货都卖完了。BBS 到底什么东西啊？你不懂啊，网络商店啊，全台湾人都可以买得到，将来是商机。如果是鸡，你免给他整笑的啦，这八百只绝对不够买这四箱啊。一定是你妈妈不着急，对不？对，我是先跟妈妈拿30000块，但是我会很快赚回来，我一定会还。啊，囡仔都有认真在做，做我做爸母的，唔见甲斗相共，你都去试看卖下嘛，当作是一个经验嘛，好啊。我5000块起家了。一千五零，我蛮不去养旧给啦。每个月还要按时间寄钱回去给你阿公阿妈，娶你妈妈，娶你。哎，那万一呢失败吼，全家吃泥巴嘞。那个压力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像你，规天阿哩歪锅起床，也要卖鸡啊，自己也要玩鸡。你是管太多吼，你怎么会成功啦？你这吼，真正是哦，拄我才黄白就想要白，我是恁老爸啦，我有一个模样通互你看，你啥话啦？爸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不玩鸡，怎么知道这东西好？怎么说服别人买？时代不同了，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一样？我有我自己的人生。我去跟人伟谈谈，麻烦你了。好啦好啦，卖甲囡仔在把你气死老命啦！啊，迄观念拢无同款去啦。少年的伊即摆在讲 BBS 啥，你知影无？就是咧卖 BB 扣的啦。啊，玩机咱较早慢慢玩过，嘛咱拢买几箱当下咧饲啊，对无？啊，
好好好，行啦，来台东佚佗啦，物件看看啦，物件看看啦。哇！哦，真的很奇怪，我也有我自己的创业梦啊，一定要我继承家业。暑假结束前，我一定要存到我第一桶金，让它刮目相看。好啦，吃早餐。等气消了呢，回去跟你爸和好。才不要嘞，我刚刚就是这样了。雅安，倒是你，怎么今天会关心我？暑假没有跟刘川在一起啊？我一直都很关心你哎。刘川去台中的律师事务所见习，这个礼拜都不在台北。你们两个在一起，你爸妈没说什么？他们是没有说什么啊，只说要我多交些朋友。我也不懂，这到底是同意我跟刘川在一起，还是不同意？你爸妈说的也没错啦，你跟刘川现在的关系就是很好的朋友，好朋友搂搂抱抱、牵牵小手就好，不适合多做什么。你有这样的朋友？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不适合多做什么。什么多做？我没有什么意思啊，你不要乱想。是我乱想还是你乱想？郑有为，你脑袋瓜到底在想什么啊？我是在关心你耶，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嘛。像是我去你房间看的那个少女漫画，那种脸红心跳的情节啊，你千万不要被影响。哦，那我问你，如果换成是你谈恋爱，你会只肯搂搂抱抱、牵牵小手吗？当然不可以啊，都已经在一起了，那哪叫在一起？郑仁伟，你根本就两种标准嘛！哎呦，反正你不懂啦，你第一次谈恋爱啦，男生想的跟女生想的是不一样的。总之，如果刘川欺负你，我第一个要他好看。吃你的早餐啊！哎，卡车快紧的哈，阿婆小等下车袂赴啊，车是无咧等人哈。你们要出发了？哎，对啊，啊，那车票都订好了，啊，不出发不行嘞。好。那你们去台东好好玩哦。哎，阿光摩的，你们两个看一下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你们玩开心一点。仁伟，家人帮我好好照顾哦。阿姨，你们放心啦。仁伟啊，你要争气一点，不要跟我那爸吵架。好啦好啦，哎，紧的啦，那车无在等人的呢。来，拜拜。路上小心哦！干嘛？没有啊，没事。嘉恩，刘川不在，你很无聊、啊。是有一点。那你有没有想要干嘛？没有。不然，我们出去玩。Yes。算了啦，我懒得出门。一大早被你和你爸吵醒，我要去补眠了。哎，林嘉恩。林嘉恩，林
嘉恩，天气这么好，我们骑摩托车到名山玩嘛，哪有人放假就睡觉的、啊？还不是因为你爱跟你爸吵架，才会睡不好。林嘉恩，晴天刚的草地很漂亮哎，我骑车带你去玩嘛。还没出这条街就睡着了。林嘉恩。找你了，你继续睡。门记得关起来啊。喂 ，JK 啊，我是任维。我跟你说哦，后天十号早上十一点我们要去九份玩。对，所以尽可能在十一点以前到瑞芳车站集合。对，十一点以前哦。哦 ，OK OK。啊，喂，阿弟。Hello，Chasey。哎，阿庆，任维。白雪，我是任维。哎，你后天有事吗？等一下，大家嘛，大家快要到齐了。哎、欸，阿庆，阿庆，阿庆，你们哦，你们来，你们来，哎哎哎，小王，全体，全体，好，你们来，你们来，来来来，你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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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新的笑话了。什么笑话？我最喜欢听你说笑话了。告诉你哦，牛奶是怎么被杀死的？怎么死的、啊？绿豆杀神，因为绿豆杀牛奶。很好笑，还有没还有？还好，后来牛奶又死了一次。为什么？被红豆也杀死了，用红豆杀牛奶。我就知道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你知道芭拉是谁的吗？谁的？是你的。我的为什么？因为香蕉，你的芭拉。这人物也不太好笑。见到流川嘉恩，你怎么还没有出门？我等一下才要出门啊！你怎么知道我要出门啊？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，拜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要去哪啊？对对对。
哎，白雪来，这里，还有谁？哎，阿青，哎，都到的话，先来大合照。等一下啦。为什么？嘉恩跟刘川还没有来啊。对。那我们等他一下好了。好。哎，两位，哎，要不我去call一下刘川啊？不用了，那我去call好了，顺便call嘉恩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好。准备啊！好。1、2、3，好。来了，1、2、3，哎，我回来了。哦，你挡什么？哎，我在拍照。大家怎么样？人勾到没有？我看他们小两口就自己想要去约会了，我们就先走吧。不行，他们一定会来的。暑假要一起玩才好玩嘛。再等一下。啊。对啊，暑假大家有没有干嘛？我有去帮少女杂志接拍哦。哇，很适合你的工作。对啊，我有带照片，下次带给你们看。好。哦，不错。阿庆，你呢？我去考了律师考。哇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。所以你要准备变大律师喽？就是考了才知道，可能要多考几次。可能要多考几次。哎，你们两个讲话怎么那么不爽啊？对啊，好像刚认识一样哦。学姐就说她很忙啊。在一起也可以各过各的啊，干嘛整天腻在一起啊？又不是看护。我欣赏这句话。对啦，交往也可以很独立啊，不能失去自我嘛。嗯，其实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啊。我这个暑假去电影公司当实习生，而且最近他们要去参加威尼斯影展，我也会一起去哦，去当翻译。哇，威尼斯哎。嗯，还有啊，参与买卖外片的工作，可以提前看到很多都还没有上映的电影，我一想到这个就超开心的。超开心的。小薇，我都在打工啊，但是最近人比较少，比较有时间读自己的书，也挺好的。那你都没有玩到啊？不会啊，就是今天。哎，这样听起来你们暑假都还蛮充实的嘛。就我们钢铁男好像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可以讲哦。怎么没有？我们钢铁男还有很多电子机要等着卖。这也算哦。当然。各位。我都卖完了800只，太强了吧！哎，大哥，那你这已经赚很多吧？哎，我们钢铁男分红一下啦。所以我就进了更多的货。啊？可是好像进太多了，怕卖不完。最近玩电子机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，应该退流行了。大哥，你有没有听到退流行了？本来赚钱的，搞到现在赔钱。哎，先讲，这次不要找我。哎，郑仁伟，我20号才出国，所以在那之前有需要帮忙都可以找我。有没有看到，白雪？谢谢你，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让我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。对，嘉恩啊。在哪里呀？哎呀，不能这么做嘛！人们都在念你了，怎么可以见色忘友？都几点了还不来啊？说真的，我们现在就出发了啦。对，哇，我们现在就出发了。嗯，对啊，你没听到小鱼说她假期只有今天，你不要耗在这里了。哎呦，我没有关系啦，可以跟大家在一起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对嘛，跟大家在一起就很开心了，感动。温暖，可是我想去看九份的美景啊。
看得到啊，等他们来我们就马上出发就看得到了，好不好？再聊一下嘛，啊，再聊一下。哎，车站很凉快很凉快，可以先上厕所啊，休息一下。要不然我们转个景到旁边树荫，树荫下面很凉快，买个饮料喝，哇塞，很舒服的，好不好？上个厕所吧，买饮料。上厕所，好好好好好好，一下一下一下啊，上厕所买饮料啊。十一点半人肚子吧？不会，我有先买了好多的零食，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吃。你好像要远足啊？对啊，小时候远足前啊，都会兴奋的睡不着觉，整晚失眠。昨天也是。我跟你相反的，我昨天也是失眠，可是我叫我自己赶快睡，因为睡醒之后就可以看到你。到我家接我，会不会累啊？不会啊，和你在一起怎么会累？你要不要先去洗澡？洗热一点，我怕你感冒。我看电视，我不会偷看的。哎，我播，播给我。这辈子第一次看你帮别人剥虾，哎，变了。我早就变了，只是你没有注意到。我们家郑仁维呢，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男人。刘川，你难道不想上脸吗？女生有一种情绪叫做矜持，所以她们想要什么不会直接跟你说，都是用暗示的。怎么了？难得给你请客就吃这么丰盛，这哪算什么啊？以后想要吃什么都跟我说。只剩59，下个月怎么办啊？今天晚上你打算跟刘川跑到几点啊？太珍惜，太想继续，太在意我们的这份默契，情愿现在这样留在原地。可是我的 Lady 为什么不休息？时常默让我犯了过敏，懦弱酸了眼睛，可是我浓浓止不去的叹息，伪装没有力气。这样明明爱你，却要骗自己，是我害怕未来没有了你。不言又不语，不理也不依，是这世上最残酷的图形。我只能明明爱你，却要骗自己，骗到最后自己都不相信。我的在乎带走我的勇气，不